kebanyakan daripada Filipin, Indonesia dan lain-lain lagi. Penduduk Kampung Titingang sekarang ini mencapai 14,000 termasuk PT Ailah. Kurang lebih dia penduduk ada 10,000 lebih orang pendatang asing yang tanpa dikomen apa-apalah. Tangti de ren, hua ren oh, to bu jin qu de, yin wei shi su yi hei qu ma. Hei qu jiu shi you da qiang a, xi tu la, fan tu la, da jia la, zou shi la, mai mai shi yan de na zhong la.Dia mau tolong dorang sebab di sini kadar jenayah terlalu tinggi. Kan tau hamen nong huan jing a hen cha la, ting shuo la shi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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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 an de di fang.政府人要去的话，都还要警察啊，整的好像4-5个人打一枪才可以进的。跟着市里那边更加那些不敢进的，路边都在那边贩毒的。啊，检视姐就问我，啊，你们都说是黑区哈、哦，那么到底有多黑？那你们就把这个黑区变亮区吧。我们要走黑区小物铺。我们一个球去走的哦。我们一家一家敲门去的。第一次进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后来进了几次就没有什么了，因为我们要走入人群嘛。啊，跟那给大概的给他不说当吃鸡。刚好有几个警察遇到我们，他说：“你们这样大胆，又是华人，敢来这种地方？回去。”这我们出来，我们跟警察讲。对不起，我们是来送爱的。我们上人呐、啊，他讲最黑暗、最冷的地方，就是我们吃字人要走的。我们是不怕的。他们开始是以为我们是警察还是什么的，因为那颜色跟警察差不多，他们会很怕。然后有些是可能他们喝了酒还是什么啊？你们来这边做什么？来这边跟我们讨钱？喂，拿出一把刀，一把那种菜刀了。那师姑就会跟他解释咯。我说我们来这边就是说，虽然说大家你们很穷，我们不要你多，只要你积一点福德，让你们住这边不会有灾难，你们的上天也会保佑你们平平安安。他不睬我，转过身，咚咚咚咚咚又跑掉去了。假如我们有正气，以热诚的心跟他们讲。他们会接受的。曾经有一次也是吸毒的年轻人来的，我们竟是他坐在那个桥很窄嘛，他的脚完全放出来不给我们过。不过我们很低声下气跟他讲了，你请你让开，我们进来是帮里面，我们刚好去做那个助学金嘛，帮里面那个一部东嘎了，就是单亲母亲，你放你给我们进去了。最后我们回的时候，他跑进屋子里面，没有再为难我们了。但是没有想到哦，我们进去了哦，木心木款嘛。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们袋子是没有钱，他们就进去房间那边挖挖挖，挖到有时候挖到2毛钱啊、5毛钱啊，都交给我们了。还有一个老太婆，我没有钱，我有几毛钱罢了。我说不要紧的，我们的师父讲啊，有个故事啊，舍利佛去跟那个贫婆啊迁墓的时候，他没有钱给，他就把身上那件烂衣服撕一点点下来，啊交给那舍利佛。后来他那块烂布，佛陀就把它缝在每一件的后面，后面不是有一块四方的。他听听下，他就跑进去里面，一下子他跑出来，又坐在我身旁，慢慢放我的手那边。我说什么东西？哎，才3毛钱。他哭了，他附在我的肩膀哭很久。他说你们几时来？我跟我儿女讲，我把那钱存起来给你们。我说你们拿去早吃，早吃是不要紧的，有就给，没有不要紧了，那有诚心就好了。itu orang ikhlas。Dorang sudah tahu apa, macam mana mau berderma untuk orang yang susah, dorang sudah tahu. 早在2003年，慈济志工就为这里的村民举办过火灾发放，帮助乡亲渡过难关。从2003年至今，已进行了7次火灾发放。那个有个老奶奶哈，她之前是火灾的受灾户嘛，她拿回我们给她的那个慰问信出来给我们了。变黄色了的了，上人的那封信哦，他很珍贵的放着啊，就很多年了，他还是放着那封信啊，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真的是有那个感恩的心啊，真的。
善良是人的天性，不管遇见谁，唯有真诚才能走进心里。即便是垃圾重生的地方，也会有希望的种子在发芽生长。阿布巴卡，甘保迪丁案乡村发展暨治安委员会主席。随着对慈济的深入了解，让阿布巴卡在2014年也加入了慈济会员。他积极协助慈济志工走入迪丁案，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帮助这些外来者。suci ini sebenarnya memang bukan suci, memang suci betul-betul suci. Suci itu adalah bersih dalam bahasa Melayu Islam. Suci, ikhlas. Orang sekarang sudah tahu, banyak yang tahu suci. Jadi orang rasa tidak rasa was-was lagi dengan suci. Orang suka mesra. 旁边我们碰面跑坐过，在桥跑坐过，他也是跟我们打招呼哈。哦，小朋友都爱跟住我们啊，跟我们串来串去啊，带我们引领我们跑啊，这样子。每次进入黑区，志工关保检都要带一些糖果送给小朋友。把糖果、苹果让他们吃一下，小孩子开心一点，也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慈济的师姑时常会来看他，所以他看到我们就是师姑师姑，他们会叫师姑，有小小哥那些呢也会叫了。啊，之后我们。不像一窝蜂来抢啊，他们会排着小队伍来拿。洗衣粉、油、洗涤液、麦片，迪丁案的生活用品是按一天的用量售卖的。他一热度一热的，他不会想明天，他只是想今天。这些外来者生活的困顿，让慈济志工大为震惊。我就是很心痛那些小孩子哦，因为他们通常妈妈都生很多嘛，一年一个，一年一个这样子。他如果没有上课，就是这样。赌博啊，玩啊，打架啊，这样子。他们无国籍的话就没有办法上学，再怎么聪明，他们有出路吗？然后将来这些孩子很大机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都要过去市中心里面的那个菜市场找生活，因为他们家里是承担不起他们的生活费，帮人拿东西啊，交通圈通常车停下来，小朋友都会走出来，都会掏钱。这帮小朋友都是大部分都是从迪丁案走路过去的，甚至有些家长也是出来让小孩子去拿。Saya kasihankan adik-adik saya mencari duit pergi pungut botol.幽暗的走廊两侧住满了外来者的租客，阿妮莎和妈妈三个弟弟住在最里面的一间，房租一个月130块马币。靠单亲妈妈给茶餐厅洗碗，每月赚取900块养活一家人。这个永远布满雪花的电视屏幕是他们跟外面世界的唯一连接。从这间屋子的屋檐下搭出来的简易屋，就是10岁的阿布杜和奶奶、姐姐、弟弟的家。每个月80块的房租，狭小的房间里住着5口人，老鼠太多了，所以东西都尽量吊起来。饭粥加盐巴，时常就是他们全家人的一餐。
积极的家在海上木屋的最里面。常在海上木屋间穿行，很多职工都有掉下去的经历。曾经一次掉两斤，掉下去了。他家门前是一段全村最破最险要的拐角木板桥。我不敢进哦，因为太危险了，那个只有一个板哦，下面就是海呀、啊他们都习惯了，因为他们要进出的嘛，不习惯也要得习惯。然后我问他有没有曾经跌下去过啊，每一个都有的，那时候小时候啊，现在长大的惯了 OK 了。我要他带咯，哦，这样子拉住咯。OK， 你们要不要进？还是你们？我们派你先进。啊。每次职工美宝莲去他的家，都要积极和他的姐姐牵着他过。积极的妈妈在生完第14个孩子后因过度虚弱往生了，在这个房子里住着10口人。sini bapakku sama abangku sama adik itu saya. Lari. Berapa orang tidur sini? 4 5. 屋子的墙壁仅薄薄的一层板已经坏了。慈济决定在斗湖为没有合法身份不能上学的无国籍孩子成立一个学习中心。我记得我们第一天上课，我们是8点嘛，我们的学生6点就到了，他们早早就在排队了。穿着慈济发的衣服、鞋子、袜子，背着书包去上学，孩子们无比兴奋和期待。Persamaan ada perbezaannya. Lepas itu dorang hormat, dorang lebih hormat yang kami ini daripada kami hormat mereka lah. Bahagian ini, bahagian ini, 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来教，跟他讲一些生活的体验啊，这样。心中烦恼。把手机呢，轻轻在源头。轻轻在源头。我的双手能触碰这世界。我们在培根记得记得，帮助。Bantu orang yang tak pandai membaca. Tiada masa depan, tapi wujudnya persatuan ini, mereka berubah, berubah hati. Mereka tahu apa masa depan mereka.
mereka ada masa depan, mungkin yang lebih cerah atau cita-cita yang tidak akan patahkan semangat mereka lah. Sekarang apa yang saya tengok, diorang dengan budak sekolah yang ada surat yang government, dia sudah sama. Mungkin diorang punya level lebih tinggi daripada pelajar yang sekolah di kerajaan. Jadi itulah kita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Persekutuan Suci.